彰化县妈祖联合绕境祈福活动30日起驾，来自全县十公庙妈祖神尊集合于方苑普天宫，数万信众的虔诚敬拜正式展开妈祖联合绕境祈福行程。咱们来全球转来的哈绕境，祈求咱妈祖婆让国民咱不太干空调不顺。参加的人真踊跃，这是哦，这次的时候咱大家拢知影，办理哦，这个绕境上重要，就是的意义就是要祈求咱全民的平安甲祈福。彰化县妈祖联合绕境祈福今年由方苑普天宫主办，从9月30日到10月6日，为期7天6夜，祈求妈祖保佑彰化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、县运昌隆、和境平安。绕境期间，民众可见识传统文化，感受神威洗礼，欢迎民众跟着妈祖的脚步游彰化，求平安、吃美食、赏美景，感受彰化文化景观之美。公益频道彰华语方苑采访报道。